老公啊，明天早饭准备吃什么呀？我们家东西也没了，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，你快点告诉我，我好准备。蛋炒饭吧。蛋炒饭也行，可是家里鸡蛋没了呀，你去买一下。去买啊。对啊，那你去买吧。我们一起去啊。我还要洗衣服呢。好吧，我这次去吧。你等一下呀，把你儿子也带上，你不会一个人去啊？为什么要带他呀？那他肯定也想去啊。好，你想不想去？想去，因为很多很多好吃的。太美好吃。那不是有很多好吃的了？我要出去玩了。你带他去嘛，人家想去。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去吧去吧。多买一点好吃的啊。给我也带点好吃的，知道没？知道。回来了，买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去了好久哎。慢慢说，买了什么好吃的？我的鸡蛋有没有？有啊。你别去超市，鸡蛋忘了。拿出啊，鸡蛋拿来了。还有两瓶酸奶。你买了两瓶酸奶，还买了什么？还有一杯可乐。可乐谁喝了一口了？爸爸喝的。嗯，你喜欢吃这个是不是啊？买了很多好吃的，怎么没给我买呀？鸡蛋是买给我的。妈妈，干嘛呀？告诉你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爸爸买东西说看美女。真的看美女啦？真的，看了几个美女啊？四五个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我去问问你爸爸看啊，是不是真的？老公啊，干什么呀？你刚刚去超市干什么啦？买东西啊，干什么？你回过头来看我。看你干什么呀？你儿子都告诉我了，你去超市里看美女了。他的话你都信了？你回过头来看我。看我的眼睛，认真的说，老实交代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不信。不信就算了。你不知道你儿子现在就是个小间谍吗？啊，现在你只要有什么秘密，他都会告诉我的，知道吗？他的话你都信啊？啊，下次出去我都不带他。你敢不带他？不带他。啊，你过来。你跟爸爸说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了？今天放空了。看到他在看美女。啊？那我有没有盯着看？不知道。那就好了啊！我带他出去，我要闭着眼睛走啊走啊走啊，闭着眼睛选东西选东西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下次我不带你去了啊！没事，妈妈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